then started to question the existence of Tooth Fairy, so I decided to make a confession video. 妈妈以前就是跟你讲过，掉一根牙齿放在床下面或者是枕头下面， Tooth Fairy 就会来收集健康的没有蛀牙的。 Tooth Fairy 会给你什么？糖果这些，或者是一个硬币巧克力。昨晚你问我 Tooth Fairy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那我问回你，你觉得呢？真的。糖果是妈妈放的，你觉得对不对？ Tooth Fairy 那么小只，还要背那么大个的东西，那会把它压死。你觉得 Tooth Fairy 说牙齿会拿去哪里？他们讲他们是拿去他的工厂那边放进一个盒子那边，那个盒子有那个牙齿的主人的名的一个照片。其实 Tooth Fairy 是故事里面的一个角色来的。 Tooth Fairy 是那个神仙女士。没有 Tooth Fairy 的，我知道，我本来是觉得是没有的。你要看吗？你以前从 baby 脱的第一颗牙，我们就记录下来了。这个是长这样子的哦，这五颗牙脱了的，我都贴在一个那个贴图那边。其实妈咪是 Tooth Fairy 的，嘿嘿。